韩剧《侧真熟医生》已在日前播出完结篇，饰演男二的闵虚赫更是在出道十几年后终于爆红。而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自己出演《侧真熟医生》的真正原因，他透露因为自己是严正化的粉丝，在不朽的名曲出演严正化特辑后更加喜欢了。刚好说到这部剧严正化要出演，想着的是命运嘛，所以在阅读剧本前我的心已经被抢走了，之后看的剧本也觉得剧本很好，真的很想演，所以做了很多准备，然后去参加了甄选，根本是真粉无误啊。闵虚赫在剧中饰演专情的模样虏获不少粉丝的心，这次追星成功，不得不说真的是最成功的粉丝啊。